开宝马三系，改装的是中段尾段，阀门是排气。通常情况下，排气管的改装大多是从中尾段做起，常见的方法无外乎就是加速管径，缩小消音。就像这台车这样，因为顾客非常的着急，他希望做出来之后声音更大，那么我们应顾客的需求，把原厂细长型的排气换成了直线短出型的排气，再把消音鼓去掉，排气更通畅，后段加速更快，这样声音就会更大了。这样做的缺点嘛，就是前段刚起步的时候，起步的反应会变慢。好了，等一下我们一起听声浪吧。田 E86 它爆改了宽体和轮毂，在贴膜之前，我们需要把多簇的螺丝钉给卸下来，然后采用多处拼接的方法。这台车我们整整贴了3天3夜，期待最后的效果。小时候真傻，居然盼着长大。风清我听过了戏子唱京城，画过秦始帝兴亡，也画过了将军张翊宁。在外面是小放大招了，先把自己放进冰箱，等下一天没人就。